位视频前面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栏目组现场，我是 Dr. Chu。 我们这个节目进入第二个单元，周公作卦辞解释六十四卦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图表。七千年前乌克兰发现阴阳太极图，六千年前伏羲画八卦，亚洲文明令人震撼。三千年前周文王与周公演绎后天六十四卦，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的区别在哪里？先天八卦，当时六千年前的先民伏羲氏，他观察大自然，可以理解乾是天在上，坤地在下。当时的伏羲族群，他们是生活在现今的甘肃天水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面对南，因为古人观察天象的时候，他会看哪个是标的物，太阳每天升起降落，就是面对南边，可以看到太阳东升西落，它不会朝着北，像现在的看地图的方式。所以当时先民是南面而亡，它的南面自然就是乾，所谓的天南地北。它的右手边是坎，坎代表水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可以理解它在的地方是黄河的上游，它的右手边就是西边黄河之源，长江、澜沧江、三江之源都来自巴颜喀拉山，所以他就把坎放在他的西边，他的右手边。对面呢就是离卦，就是东边。东边在左边的话，他这个左边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。升起就是有火嘛，所以可以这么理解的。然后其他的几个卦，像左上边的这个兑卦，这个方向从地图上来看就是属于长江下游的这些云梦大泽、鄱阳湖、洞庭湖这些地方。然后它的左后方就是震，震可以代表的是震动，那现在可以理解天津的大地震。然后它的右后方是艮，艮就是山，可以理解为天山南北路。好，我们再看看后天八卦。后天八卦为用，就是实用，也就是三千年前周公和周文王他们重新把先天八卦改成后天八卦，为了适当的利用八卦的理论，它的位置，它为后天为用，就是现在很多的风水都是用后天八卦的理念，也就是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。它的数字也很特别，也是十进位了，和现在的数学十进位前后呼应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把握数字简易易经的应用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一坎在下面，二坤在右上角，三震在左边，震旦，四巽，风，可以理解东南亚的台风，在中国的东南方。五，中央，中央在风水来讲是五鬼，就是它可以变化，很灵活的，也是五，也是十。所以五跟十，十进位从这里就可以找出来了。
三千年前我们就已经有这种概念了，我们应该好好的发挥一下。现在很多的数字学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。六，乾卦在它的右下角。七，兑卦在它的右边。八，艮卦在它的左下角。九，离卦，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图，这张图就更清楚了。现在的风水师都是根据这张图来定九宫格。六就是乾卦，也就是复。坤卦就是二，代表母。长子正卦，它的对角是对卦幼女。坎离是火和水。巽艮，一个风一个山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数字和我们的卦有什么关系。一到九，一代表独立，一个我们可以理解为一单独一个人嘛，像水一样，它是很独立、很孤僻的，自强不息。它的卦德是陷，就是陷入危境的意思，所以坎又叫做坎坷嘛。二，沟通代表地。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，它是跟你沟通的，很顺服。卦德是顺，它的正面是公关，它的负面是串门。三，行动，它的卦德是动，卦名是震，卦象是雷，正面的是勤快，负面是莽撞。中国现在正在走三号卦。策划，策划是巽，代表风，无孔不入。它的卦德是入，正面是神算，负面是诡诈。现在美国和日本都在走四号卦德卦象。五，方向，菲律宾和印度目前正在走这个，它的正面是灵活，负面是滑头。六，财富，中国人很喜欢六六大顺。财富就是天乾卦，它的卦德是健，天行健，君子当自强不息。正面是创造，它的负面是吝啬。我们可以了解很多有钱人有时候很吝啬的。人脉，七，它的卦名是兑，卦德是悦，令人喜悦的悦。它的正面是人缘，负面是结识。八，权力，它的卦名是艮，卦象是山，像泰山石敢当，它是有担当的，负面是武断。九，成功，成功的卦名是离，就是火，它的正面是精益求精，它的负面是吹毛求疵、挑剔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，回来进入第三个单元。